回家以后就不想要做手艺。东西要多才能够时常烧。时常烧才懂得火是什么。才有机会去研究其他的东西，釉药呢，烧的方法呢，土壤啊，然后还有时间去画画了，还要写字才有时间再去练字啊，然后就拉的，时间到了，年纪到了，所以就会很熟练。那个时候会自己就会很自然的就会走出一些东西出来，光是它没有用，你要画，你要从别的地方吸取养分，然后你才可能在整个结构通通把它放在一起。那因为你拉得很快，很快没有障碍，做的就会很自然。那你说很久才做一个，你舍不得破坏啊，你就会怕怕的啊，心里头有所挂碍啊，有所挂碍就会有，会做起来就会不自然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。对啊，黄汉平现在在太平洋上面飞啊。不是随便做了。